能够在3月26号踊跃的来参加，让我们的乡亲能够更加了解在伤口的治愈，还有居家的部分怎么去处理，还有卫教的部分啊，这对我们的生活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。那这一次我们着重在这个视力近视这一块啊，我们希望呢能够帮我们的这个民众们呢，大家能够把眼睛顾好，把这样的一个保健的概念呢传达给各位，那也帮各位呢能够去检测一下各位的视力啊，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也去跟这个学会哈、这边视光学会这边呢争取到老花眼睛的赠送，还有我们的一些身体的健诊，包括你的血糖、血脂，还有你的血压，还有包括你的听力检查。那再来就是主要的其实是伤口治疗。什么是伤口治疗？你打退休还是烫手烫的，还是去修掉烫掉，这个都算哈。但是我们一般来讲是以糖尿病为主，所以如果家里有一些是糖尿病的家属，或者是糖尿病的一些病人，你是有褥疮的，或者是你因为糖尿病有一些伤口没有办法好，那有可能会有感染的部分，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这个疑虑，你都可以来这次的义诊，我们的医师还有护理师都会帮你检查一些糖尿病的一些伤口的部分。都是30岁以上的民众都可以来做检查。那我们所做的检查项目非常的多哈，除了我们成人健检所做的部分以外，65岁以上的长者呢，我们还会有加做所谓的甲状腺的检查，然后肝癌肝硬化的一个筛检的一个检查哈。那还有一些失智症的检查这样子。那要提醒大家的就是，因为这一项检查是在办理在下午活动的时间哈，那早上8点以前，希望就是能够把早餐用完之后，就先暂时不要吃东西。那如果口渴，可以喝点白开水。那午餐就暂时先不要吃。活动现场之后呢，抽完血我们会有提供餐点，让各位筛检的民众能够先吃一下哈。好，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有配合4大癌症的筛检。所以呢，你就是来到这样子的一个检查呢，几乎除了内视镜的检查没有办法在现场完成以外，那所有几乎可以做的检查呢，就在当天活动的时候会把它一并性的做完。那我们的活动地点是在北城国小的活动中心。够给通吗？够给通就行了。健健够给通，赞。